制定专项工作方案，计划百余项措施，确保入境环节通畅有序，打磨专业技能，提升业务能力，力保首都机场口岸万无一失。备战冬奥，保障有我。系列节目《我们的冬奥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北京冬奥会将于2022年2月4日在北京开幕，2022年3月4日北京冬残奥会也将如期举行。届时将有大批的运动员、体育官员、媒体记者以及外国元首等重要嘉宾陆续从北京首都机场入境。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作为驻守该口岸的移民管理机构，将成为全国唯一办理此次冬奥会、冬残奥会入出境边防检查手续的单位。为了保障此次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顺利举行，北京边检总站会做出什么样的准备？一线民警的工作内容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要穿那个防护服嘛？对呀、啊。会戴那个有一个大大的眼罩。那个东西，如果我里面再戴着眼镜的话，就会特别的不舒服。会特别的难受，对不对？对，而且它会起雾，会让我看不见东西。张璐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二大队执勤三队的民警。收拾好行李后，他就要前往首都机场执勤了。张璐告诉记者，按照工作和防疫的要求，今年春节他只能在机场度过了。不要，那我也得走了呀，我到时间了，来不及了，再不走。不让你走。你别不让我走呀。我是大子，瑶瑶大。瑶瑶大。过来，瑶瑶大。那我就准备走了。张璐的丈夫不在北京，一直在重庆工作。这段时间里，张璐只能把女儿交给家里的老人照顾了。妈妈。嗯。你关门吧，拜拜。拜拜。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隶属于国家移民管理局，主要担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兴国际机场、铁路西客站的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北京边检呢，负责北京口岸的出境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的检查，所有的人员入出境和航班的入出境，包括如果非疫情的话，我们北京口岸和香港还有隔天一对开的列车都要经过北京边检的查验。此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举办期间，首都机场口岸是唯一官方入境口岸，相关人员将会通过设立在北京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冬奥保障专区入出境。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副总站长吉丽霞告诉记者，为了迎接冬奥会、冬残奥会，确保出入境环节对接到位、管控到位、保障到位，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实施了多项举措，其中有一项就是集中执勤7天、集中观察7天、健康监测7天的7+7+7勤务闭环管理模式。你哪怕进1天，然后呢，后面的7天集中观察、7天的健康监测必须是要有，不能有任何闪失，要以一失万无的这样的底线来强化各方面的措施，确保万无一失。据了解，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民警在每次进入奥运保障专区执勤前，都需要参加一项重要的培训及考核。每个人进行培训，培训完了一个人一个人过，我们详细的有打评分表，过了关了才可以到香港。其实挺多细节的，包括手套怎么戴，
要把哪个袖子包在里面，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碰到那个比如说手套的大小不合适的时候要怎么办，这些都会讲。考核不通过的话，然后再继续去学习，然后再去考核，直到通过为止。穿防护服呢，我们基本上分解成的是十个大项，把整个脱防护服的流程分解成了22步，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志每一步都要做到位才能视为达标合格。这么看来其实脱比穿更复杂。对，脱比穿面临的风险更高。经过一定时间的执勤呢，我们防护服的外表面呢已经被污染了。如果说一旦脱防护服的过程没有严格按规定来，只会导致我们前面的整个防护过程功亏一篑，全部作废，然后民警面临相当大的防护风险。小心立正，报告大队，执勤组点名完毕，是否上级请有指示？上级是。全体队友响应站，起步走。2022年1月19日上午7:50左右，通过了防护技能培训及考核的张璐和其他10多名民警，在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集合完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随着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日渐临近，北京边检总站的民警已经入驻首都机场 T3 冬奥保障专区，实行集中执勤7天、集中观察7天和健康监测7天的闭环管理模式。那么他们在冬奥保障专区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在不影响防疫和工作的前提下，他们用手机记录下了自己工作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我们现在双旅中心间住的酒店，然后酒店呢一般就是一个标准的双人间，我们现在上勤呢是3班倒的这个模式。现在呢可以开始核酸检测了，我做完核酸检测就要去上勤了，跟我一块走吧。这个架子呢贴了一个房间号还有我们的姓名，这个就是我们放餐的架子。在酒店休息的人呢，早餐或者中餐晚餐服务员会根据你订餐的情况，然后把这个我们的餐放到这个架子上，下班回来的人就自己可以来取，全程是无接触的配送。然后现在做完核酸检测呢，我就要出发去上学了。我现在呢已经换好了防护服，然后进到了我们的执勤现场。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入境旅客的候检现场，差不多能看得到，旁边有电梯，然后两边都有可能会来旅客。然后前面就是我们的检查台，我们的执勤现场呢一共配备了26个台子。其中有2个是机组人员通道，然后其他的全部可以办普通的旅客。这个检查台开台的数量呢是根据航班和到达旅客量来确定的，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提前看到预检的信息，然后根据正常的旅客流量来科学的安排勤务，适时的增加或者是减少这个台子的数量。大家可以也试试跟我去台子上看一下。首先呢你看到这下玻璃现在也是封闭式的嘛，这个玻璃现在只留了一个小小的缺口，然后就是通过这个出入口我们会跟旅客进行反复呼叫，这样也是最大程度减少我们双方不必要的接触。但因为这个口比较小，所以我们对方说话可能不太听得清，所以现在给我们配备了这个台内外的一个扩音器，这样能更好的方便交流。然后再就是我们的这个刷卡机、电脑还有电话，然后以及一些消杀的这些防护用品，基本上台上就是这些东西。我等一下就要开始办旅客，就不能拍摄了。现在结束，拜拜。民警告诉记者，他们在冬奥保障区内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核验涉奥人员的入出境边防检查手续。对于所有的这个出入境旅客，我们首先要根据出入境旅客所持的有效出入境证件做一个人证对照，首先要保证这个人所持证人与所持的这个证件是相匹配的、相一致的。
为了保证每一位民警在人证对照环节不出错，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平日里都会组织相关的培训。这一个人现场拍一张照片，然后库里边再找一张跟他类似的或者就是他本人的照片，这种照片搁在一起很多很多的，然后我们就是进行练习，看这两张照片是不是一个人。考核的时候有一些要求吗？就必须达到多少分？在人证对照这方面是肯定要100%的。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实践，民警们总结出了许多人证对照的窍门。比如说耳朵呀，这个眉骨啊，还有人中啊，这些不会经过时间推移、年龄的增长，它也不会有太大改变的这种不变的因素来去确定是否是同一人。民警告诉记者，在进行人证对照的同时，他们还要核验其所持证件的真伪。你接过这本护照，你不是只看他的资料页是不是他这个人，资料页有没有涂改过，你要看他整个护照的每一页的出入境的信息。在此次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期间，民警们要核验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涉奥人员的护照和证件，这些证件无论是外观还是防伪标记都会有较大的差别。护照种类也比较多，我们呢依托我们强大的技术支持，我们证件研究室时不时地推送一些最新国家的样本版本。张伟涛提到的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证件研究室成立于2012年4月，该证件研究室能够为全国各地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供技术支持。我们主要承担着三大工作职责，一个就是对世界各国的出入境证件进行真伪鉴定，然后对证件的防伪技术进行研究，同时呢，我们还为全国的移民管理机关提供证件鉴别技术支持等主要工作职责。那咱们的工作跟一线民警的工作可谓是息息相关。是的，其实我们做这么多的研究性工作呢，我们也主要是为了服务一线实战。您看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理化实验室，根据一线民警的需求呢，就研发了这款便携式多光谱电子文件仪，它配备有这样的一个高清的显示屏，同时呢，它还能够调整不同的使用光源，比如说有荧光，然后有这个红外光等等。这边是我们的一个证件档案资料室，我们在这边储存有世界各国的一些官方证件样本，以及一些查获的伪假证件，真假样本加一起，我们储存有大约17000余份。实假这件东西的前提是实真，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证件是真的，然后我才可以知道哪些跟它不同，就知道它可能是假的。有了扎实的专业能力和素养，有了高水平的证件鉴别技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民警们对顺利完成此次涉奥人员入出境边防检查手续的核验工作信心十足。我们总站是长期的这是担负这种重大的安保任务，所以说我们在工作经验上面还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的，大家这种能力储备啊，经验储备、心理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在日常工作中，民警都秉持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在此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举办期间，他们更加不会放松。但是我们追求的是完美，追求让什么每一个入境旅客就是快捷的通关，保证他们快速通关，啊。这个也是我们对其他旅客和这个奥运团的一个承诺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标准。此次涉奥人员入境接受检查时，除了要出示护照等证件外，还要出示一张效力等同于签证的冬奥会身份注册卡。为了做好涉奥人员入境边防检查手续办理工作的技术保障，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证件研究室也是提前做好了身份注册卡的样本采样工作。这个卡片呢，是奥委会通过奥组委给个人颁发的一个卡片，那它上面标注了持用人在奥运会期间的一个准入权和其他的一些特权。一线的民警想要对这个证件进行真伪的核验的话，应该从哪些细节上入手呢？这个卡片呢，无论是从纸张的材质、印刷油墨，还是说这些塑封膜上的激光全息图上来设计元素来说呢，都应用了一些防伪措施。我们及时将这些查验要点呢，通过培训告知了我们前台一线民警。在核验出入境人员所持证件手续真实无误之后，民警最后一个工作就是将证件的信息录入系统，
并加盖边防检查验契章放行。从接到出入境人员递来的证件到盖章放行，正常情况下只会间隔几十秒钟，但在民警眼中，这短短几十秒的工作意义重大。其实每一个章子的背后，它代表了很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呢是国家允许你出境或者是入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代表了，就是我们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是不是你出境会不会给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影响，或者一个人入境会不会多给咱们国内的这个安全带来影响。除了加强勤务组织，确保验放的警力充足，为了确保涉澳人员快速通关，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还制定了多项有针对性的举措。入境的涉澳人员大部分是持身份注册卡，拿身份注册卡作为签证来入境。身份注册卡上很多信息可能跟本人的护照是有一些不一致的，那么国家移民局给我们授权，只要能够核实是他本人的就可以顺畅的放行。和澳组委的注册中心有一个这样的顺畅的点对点的联络机制，发现涉澳人员忘带身份注册卡了，或者是身份注册卡照片也贴有失误的这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如果说是注册中心核实确认的身份的话，我们根据国家移民局的相关的工作要求，我们为他快速的办理应输入境许可，确保他顺畅通关。14年前，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边检民警在第一国门向奥运客人张开“北京欢迎你”的热情怀抱。14年后，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畅想一起向未来。我是对我们的冬奥保障能够充满信心的，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我们涉澳人员从北京口岸抵离的时候能够安全顺畅。我想对我的家人说，希望你们俩身体健康，吃嘛嘛香。感谢这么多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感谢一路有你们的守护，你们辛苦了。也想对我的祖国说，北京边检的我们准备好了，北京冬奥会我们准备好了，冬奥有我，此战必胜，请祖国放心。国门有我，请祖国放心。这里将产生北京冬奥近一半的金牌。我们也深知这项任务政治要求高，责任使命重大。从电力到医疗，从通信到餐饮，他们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备战冬奥，保障有我。系列节目《我们的冬奥》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日益临近，张家口市崇礼区作为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的主场地之一，各项筹办保障工作都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数以万计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专业技术人员、执法人员、消防指战员等，都在为这场体育盛事的顺利召开默默奉献、保驾护航。这是位于张家口市崇礼区南客运枢纽附近的一个小院，是当地建设的多能互补微电网示范工程所在地。多能互补的话，它就是实现了就是多种这个新能源，就是多种能源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接入。光伏发电具有不稳定性，但是输送到柔性变电站后，就可以通过设备转变成稳定的优质电力。同时，这项工程还能保证在故障期间供电不间断，故障恢复后迅速投入工作。多能互补的话，主要包含了这个风光储，还有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就在内的多种能源的一个互补可靠供电。从柔性变电站中产生的优质绿电被送往了崇礼南客运枢纽的充电桩。从2021年12月起，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保障车辆已经陆续投用，其中一部分车辆为新能源汽车。整个冬奥会期间，这项工程预计将为50,000台次保障车辆提供所需电能。
他叫赵巨辉，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山地转播中心场馆通信经理。他和同事们正忙着在通信接入机房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作为张家口赛区各场馆向山地转播中心传输信号的接入机房，它的运行情况直接影响着冬奥会转播信号的传输安全。在这里我们用了独享的这个桥架，同时做成双路由的形式落地到不同的城端设备上，来全力保障转播业务这个网络的这个安全性。据了解，张家口赛区共有350名专班通信保障人员，正全力进行着通信设施建设。他们需要克服崇礼寒冷的天气，上山铺线架基站，下山进管装设备，在近2000米海拔的赛道场馆展开各项工作，有力保障了赛事转播信号、官方网络以及通讯信号的正常运行。张家口的这个冬奥保障的通信网络呢，应该来讲在给奥组委提供满足奥组委要求的网络建设上呢，我们是和北京的是同规划、同建设、同运营、同监控，这样呢保证在这个给奥组委提供的通信服务里面能达到最优。同时呢，我们呢也对移动网络都进行了完善和加强。应该从目前来讲呢，太子城的赛区、崇礼县城和张家口市区，还有所有的连接道路都达到了3、4、5G 的全覆盖。稳定高速的网络传输条件使得智慧冬奥变成可能。整个冬奥会举办期间，在各赛区负责通信保障工作的人员将超过5000人，他们将以科技手段全力支持北京冬奥会的召开。我们在赛时的时候会给组委会提供超过10000部的终端，来实现整体的智慧指挥调度，也包括比如说我们 5G 智慧医疗，我们在赛时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一线医生的救治跟后台医院的实时连线，能使我们受伤的运动员及时的得到救助等等，这种一系列的智慧应用。这里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一场模拟冬奥赛事的医疗急救演练即将展开。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我市崇礼院区指挥中心，接云顶公园 A 场地报告，目前有一重国际患者将于15分钟后转入我院，请各单位做好接诊准备，专家请到会场会商。指挥大厅收到请回复。患者生命体征很平稳，然后超声你正在做，请大家注意看一下。可见直径5毫米的液性暗区。便携式的彩超和监护仪将病患的监测数据通过远程影像平台及时传输，医生在会诊中心可以第一时间掌握伤员的伤病情况，并远程指导急救工作的开展，为运动员争取黄金救治时间。请创伤中心急诊做好接诊准备 ，over。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作为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医疗保障第一转诊医院，承担了109个小项中51个小项的赛事期间涉奥伤员救治任务。创伤骨科的专家，有专门负责脊柱损伤的专家，有专门负责运动医学损伤，比如说肩关节、肘关节各种各样的关节的损伤、韧带的损伤、肌肉的损伤，这些专家呢都是长期在这个崇礼院区这个驻场的啊，24小时为这个奥运健儿提供医疗服务。为了更好的服务奥运，该医院创伤中心还准备了2间国内最先进的复合手术室，在手术中即可实现影像扫描和血管造影。停机坪，然后可以把血场受比较严重受伤的患者直接经过停机坪，经过专用的电梯，然后一直送到这个地方，在外头做好最初的准备，直接就可以在手术床上进行抢救，需要检查头颈部外伤的时候可以直接采用 CT 检查，这样就大大节省了病人先要转运到 CT 室去的时间。
扫出来发现这款冷链食品是符合这个管理规范的，包括它也进了咱们这个河北冷链里边。然后从这儿点击它，看看它的这个消毒记录啊。对应的消毒记录也是很完善的。张家口市崇礼区市场监管局还在主城区和各乡镇划分了8个监管网格，19个监管小组，每组不间断巡查各自区域内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开展食用农产品、一般产品的抽检工作，对崇礼区重点区域各涉奥酒店进行全覆盖，从源头上把关，使问题食品无法流入张家口崇礼赛区。为做好赛事消防安保工作，排查赛区周边森林草原火灾隐患，2020年年底，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就曾派出内蒙古森林消防系统311名指战员进驻张家口市崇礼区，完成了3个月的跨区机动驻防任务。我们这次驻防队伍的驻防所在地，既是冬奥森林防火的核心要塞，也是拱卫经济生态安全的外围防火墙。我们从大兴安岭支队、呼伦贝尔支队整建制抽组了2个大队，把最好的装备、最强的人员、最过硬的队伍担负这次跨区机动驻防任务。大家一提起北京奥运会就会想到鸟巢，现在呢提到我们冬奥会就会想到雪如意，所以说我们演习场地就模拟雪如意周边发生森林火灾。演练模拟冬奥核心区跳台滑雪中心东北1公里山林内突发森林火灾，受大风影响，火势迅速向冬奥赛事场馆蔓延，如不及时控制，极易对冬奥赛事场馆构成威胁。北京冬奥会安保办和森林消防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驻崇礼地区的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及大庆航空救援支队驻防队伍参与扑救。森林消防航空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达火场附近，采取索滑降方式将灭火队员投送至火场周边有利位置，然后利用全地形车快速将灭火队员送至火场一线，展开先期扑救。冬奥核心区不仅是不允许着火，它更要的要求不允许冒烟，所以说我们在做扑火预案的时候，我们必须突出一个快。随后地面救援力量摩托化机动至火场附近，但因火灾发生地处于林区，车辆人员无法继续通行，救援队伍采取装甲车二次输送的方式快速向火场运送救援力量。我是幺幺冬泳前方植被新书，我决心采取一点突破边打边停的战术，各中队按编组展开行动。有常规的灭火分队，有水泵灭火分队，还有直升机灭火。水泵分队进行水泵的架设压制火势，然后常规分队跟进进行扑打。此时火势已经蔓延至植被茂密地段，呈地表火、树冠火立体燃烧态势。救援队伍决定采用直升机吊桶作业，从空中压制火势，地面装甲分队强攻推进，空地协同立体灭火。拐八冬泳，我是幺幺冬泳，前方火势迅猛，请你部迅速派出直升机进行吊桶作业压制火势。拐八队员明白。为确保直升机吊桶洒水作业取得效果，地表装甲分队和常规分队协同配合，及时清理，确保火线不复燃。根据支队前指统一安排部署，今日我任务分队在冬奥核心区古杨树场馆群雪如意北侧，沿外围分控线进行18.8公里的协装巡护，希望在巡护过程中
同志们听招呼守规矩，切实把巡护任务圆满完成好。同志们收行动。听。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天气，大兴安岭消防支队的指战员裹紧了消防服，行进在静谧的冬奥核心区内。夜间行进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路面比较滑。收到。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占地约62万平方米，周边区域最高海拔1875米，夜间视线不清，植被分布错综复杂，想要排除每一处疑似火源并非易事。像我们白天呢，可以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但是有很多赛事是安排在夜间的。那么根据这种情况呢，我们请领调拨了一批夜视仪，确保了每个执勤分队有一部。夜视仪通过接受物体的红热辐射，经过热电转换和信号处理，形成数字成像，输出至目镜，供巡护队员观察。目前我发现有一个可疑热源，因为它的颜色比较深。一组一组，沿着你们的巡护路线继续向前1公里，有一个疑似的热源，重点进行排查。一组收到。我们在夜间巡护过程中，有一些烟点或者是隐蔽的火源，我们都极难发现。但是配上了一个夜视仪以后，利用黑热白热，可以看到夜间的目标非常清晰。利用微采功能，可以看到是否有火源，可以发现一些比较隐藏的烟点以及一些地下的火源，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我们有4条执勤路线，4条路线刚好在冬奥核心区周边形成闭合回路。当前我们组主要负责2项内容，一是对冬奥场馆外围的护栏进行检查，并把因大风或者动物原因造成的损坏进行修复；二是对场馆周围防火形势进行实地勘查，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普救。顶着呼啸的西北风，沿着陡峭的山势，背着近20公斤的装备，队员们逆风向上。而类似这样的巡护工作，每位队员每天至少要上勤4个小时。有一次我们巡护发现防护栏倒塌了，在维修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们有一名队员耳朵白了，他就是出汗太多，忽然间停下，风又大，被冻的。他说这个队长不要着急，也别担心，我一点事都没有，我都没有感觉。他不想半途而废，他也不想当我们中队拖后腿的那个人。这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山地新闻中心消防监督救援小组在现场巡逻。这个水枪没有胶圈，记下来。冬奥会的赛事新闻发布及办公场地是消防保障的一个重点区域。根据场馆群消防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山地新闻中心消防监督救援组自成立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场馆熟悉踏勘、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消防全要素研判等工作，确保场馆安全运行。张家口山地新闻中心消防监督救援小组共13名人员，我们每天对场馆进行熟悉踏查，修订完善相关应急预案，开展了各类灾害事故的模拟实战演练。在冬奥会举办期间，他们不是主角，但他们不可或缺。这些奋斗在一线的保障工作人员，用自己的坚守岗位，用自己的尽职尽责，用自己的无私奉献，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有能力有信心给世界人民贡献一届精彩难忘的冬奥盛会。